好无聊，让防诈的观念更深植人心。花莲县警察局八号的下午呢，特别前往了复兴街以及知名的炸弹葱油饼店家来合作，办理防诈宣导快闪的活动。民众只要回答出反诈骗的相关问题，就能够免费获得一份炸弹的葱油饼。那么现场是反应的热络，让民众在享用美食同时，也能够学会自保，防止被诈骗。免费的，免费的。民众透过一问一答就能免费拿到炸弹葱油饼的兑换券。这是花莲县警察局为了将防诈观念更深植人心，八号下午特别在复兴街与知名炸弹葱油饼店家合作办理的防诈宣导快闪活动。那我们特地结合我们花莲在地知名的炸弹葱油饼，然后向所有的全国民众来推广一个反诈的宣导。那并且以此那个口号：此诈非彼诈，小心有诈。那如果民众有接获到疑似诈骗的电话，请小心求证。那如果对电话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拨打165或是拨打110来查证，那以免受骗上当。现场满满人潮，也吸引不少游客及民众参加，反应超热络，也让店家一份接着一份出餐，忙个不停。很开心，就是透过回答问题，我们也可以就是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一些诈骗相关的，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资讯去查证。不确定的话，就是先查证再说。对。花莲县警察局不仅积极办理防诈宣导，更携手金融机构有效拦阻诈骗。在今年度一至六月，共计主诈81件，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成效大幅提升，也树立起优良典范。记者徐丽琴，花莲市报道。